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大气内敛的外貌设计结合务实沉稳的车室氛围，并为乘客专属打造多变独立座椅，带来弹性灵活的超大空间运用，使 Ford Ternio Custom 不仅连续53年蝉联英国商用车销售第一，2015年夺得全球同级距销售第一，更于2015年至2019年连续5年蝉联欧洲商用车销售第一，成就名副其实的欧系商务旗舰首选。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外形采用霸气且充满设计感的盾形镀铬水箱护罩，结合崭新黑头灯与转向辅助灯设计，赋予其更为明亮出色的行车视野。车身采用隐藏式车身同色车门滑轨设计，使整体外观尊荣而不显张扬。全车系亦贴心标配右双滑门与专属脚踏板，降低乘客上下车的落地差，便利进出。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不仅提供乘客豪华舒适的质感座舱，更于八人座掌轴车型全新导入 Ford COPILOD 360TM Technology 全方位支架领航科技，具备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系统、TCA 前向碰撞预警系统、FAEB 全速域辅助刹停系统、LDW 车道偏移警示系统、LPA 车道偏移辅助系统、BLIS 注册视觉盲点侦测系统、副 CTA 倒车来车警示系统、驾驶疲劳警示系统，带来前向、双侧边、后向完整行车主动安全防护。此外， 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全车系还拥有 SWS 侧风行车稳定系统、HES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RSCTM 车辆防滚系统、TVC 扭力分配控制系统、DSP 电子车身动态稳定系统、ALC 主动式负载控制系统，以及全车系标配6具 SRS 辅助气囊，完整搭载主动与被动安全科技，为同级车少数荣获欧盟 NCAP 安全测试最高5颗星肯定之车款，带来最高规格的安全防护。在现行热销的八人座车型之外，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推出全新九人座尊爵长轴型，在极大化的车室空间内置入3年3月3日座椅规划，为齐国领式的平整化底盘，创造出宽敞大空间，结合依据人体工学而设计的座椅设计，提供每一位乘客最高的旅途品质，更采用独立座椅设计，提供多达约32种的变化组合，其独立中央座椅之椅背具备由简易桌面配置，创造兼具质感与实用的行动空间。不仅如此， 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亦采用后座深色隐秘玻璃，并具备后座车窗遮阳帘、后座独立空调控制系统与出风口。全车系更标配8副 USB 充电插槽与多储收纳空间，满足精英旅客隐私与便利旅途的需求。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全车系亦标配10具环舱临场感扬声器组合，以 SYNC3 娱乐通讯整合系统完美整合支援 Apple CarPlay DM 与 Android Auto 1，全车皆可享受媲美音乐厅的听觉享宴。以 Apple CarPlay 注册需搭载 iOS 7.1 以上之 iPhone 机型，建议更新至最新 iOS 版本。Apple CarPlay 注册为 Apple Link 的商标。Android Auto TM 与大部分搭载 Android 5.0 以上之装置相容，建议至 Google Play 下载 Android Auto TM 最新版本。Apple CarPlay 注册需搭载 iOS 7.1 以上之 iPhone 机型。详情请参见车主手册。Ford EcoBlue 动能在进化，马力更强，油耗更加。 New Ford Ternio Custom 福特旅行家搭载广受好评的 2.0 升 Ford EcoBlue 直列四缸涡轮增压柴油引擎，其引擎科技再度全面进化，透过降低引擎本体关键部件的摩擦系数，提高喷油嘴供油压力与涡轮进气优化，
Ford 工程团队将引擎最大马力输出由 170PS 提高至 185PS。峰值扭力也自 41.3kgm 提升至 42.3kgm。 九人座尊爵长轴型与尊爵长轴型为 130PS 36.7kgm， 同时降低油耗约 10%， 平均油耗达每公升 15.4 公里，并符合严谨的 Euro Stage 6.2 排放标准，展现充沛动力输出与绝佳节能效益的完美结合。New Ford Tourneo Custom 福特旅行家即日起14/4正式上市，全车系编程售价如下。更多产品详细资讯可参考 Ford 官方网站 www.ford.com.tw。Ford Tourneo Custom 福特旅行家九人座尊爵长轴型，尊爵长轴型豪华长轴型豪华短轴型 146.9万 149.9万 168.9万 163.3 万。